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泰家天师客家泰山宫节目，我是陈贵贤。今天呢，我来老大家讨论的呢，是讲万一发生了很难的事故，万一那个很难天窗爆炸了，能用个啥？好，这当然是一个有些有个假设了哈，讲万一发生的，能用什么？哈，当然呢，那个很难天窗的很难。哈，其那一般发生事故哈，有两件东西系千零件嘅。一件呢就讲辐射，哦，其实爆炸像原子弹，一爆炸出来的时候哈，个辐射呢马上就是一种光线被吸到嘅啊哈，你就衰哈，就讲也就像个吸天光咁款啦哈。人类啊哈，要讲为咗天光吸一天光啊哈，一天光啊哈，人啊人眼吸唔到冇得见。你若讲啊，重彩翕，如果佮就危险，哈，对身体无好，哈，甚至呢，会造成会伤眼，哈。故说呢，哪一个因那个辐射啊，哈，发生时你空起来又炸起来，哈，就无条件啦，哈。不过呢，更加较大嘅问题呢，系佮那个辐射眼，就讲佮个辐射爆炸之后啊，哈，辐射层啊，那个辐射眼呢，就像个。应该污染空气的污染，像让背哦，腾腾空气安尼，腾腾风背进过来。尤其啊哈，因台湾冬夏时大部分咧吹那个东北季风啊，东北向来嘅风啊，个黑西窗啊，都会在台湾嘅东北方啊，个东北风啊，吹过来都多，规只太台北甚至吹到土那个土人啊，都先做下来啊，那千零件。故说呢，那个佛山人哈。一出来之后，他就想说：“哦，那就很难事故啊！哎，实在就多哈，就差一丝点就走到南部去哦，飞机错点就灭挂掉哈，一点也不让人想哈。但是呢，老太太讲，绝对付唔出啊！一旦发生事故啊，太太不提起啊哈，七八百万人，他就讲我走到南部去啊，那高速公路啊，塞两日还是唔开。”啊，你当天塞在路上啊，哈，说遭受到个辐射，还有个辐射眼了哈，跟你就吸了一条，啊，故说马上躲，绝对是唔错个，啊，我用个啥喏，就在布卡度空起来，那布卡度所有窗门啊，那全部的封闭死了，甚至呢用那个 tape 胶带的打破来，哈，也按样帮那辐射眼引唔来，有个引唔来，就做唔得啦，冇东西又是跟用个啥喏。莫水和另外用个啥呢？故说，其实你要准备水，啊，水清楚在话，东西莫是上什么的紧，但是水准备莫，啊，你不会呢，外乡的吃了水，慢慢被修的辐射不染，啊，搿就是就离唔得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你要准备湿的东西，啊，再不给他读呢，等都讲哟，交通冇问题的，那实实来就看到计划好来，规划讲我尿顺的离开，啊，然后迄只个。让正确的一个方法哈，不过呢，因刚才看到讲因政府啊哈，大概规划哈，讲在那个叫做福安圈呐哈，和安圈再讲逃生圈呐哈，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图啊哈，在东北角啊，就是核市场公寮的所在了，那一圈一圈呐，有五公里、十公里啊，有二十公里、三十公里，就讲你用顺将辅导哈当主席呢，建筑。规则彻底，好彻底到那个三十公里以内全部彻底，哈。故说，然后呢，辅导发生之后啊，发现讲那个逃生圈啊，还陌生可开咯。你唔会啊，你躲的时啊，如果你躲哟，个风都会吹到你躲的方向来，跟你躲到五十公里、一百公里，还是不会吹到，哈。故说呢，莫恶被乱躲，哎。地哈，方向去样板，行物嘅路线上去错嘅，哈，你呢？喺本地一个做一个参考，哈。另外呢，就讲有那条东西做得实，哈，有那做唔得连墙砖要做唔得实嘞，哈。我样板，你呢？他这个慢慢的普通时，我要这个注意这方面的知识，哈。本地一个高温之间，万一发生的事，哈，应当如何去躲过这个核灾嘅灾难呐，哈。我想今日请简单老太一个分析这个位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再会，再来听。